好，在这一边呢，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什么？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 Form 4 Chapter 4 MX Indices Set and Lock。在这一课里面呢，它分成了三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是 Indices，第二个部分是 Set，第三个部分是 Lock。OK，这一课分成了三大部分。Lock 里面它又有分成三个部分了，然后我们 indices 两个部分，对，OK，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我们先进入第一个 indices 的部分。indices 是什么东西呢？来，我们看一下啊。So 我们有这个 a power n 这种东西，就是 indices。So 我们在那个 form three chapter one 的 MM 里面呢，其实我们就已经有学这种 indices 的东西了。然后在那一边的时候，我们就有学乘是加，除是减，power 是乘，所以我的底一样的时候，a power n 乘二，a power n 等于 a power n 加 n，a power n 除 a power n 等于 a power n 减 n，a power n 再 power n 的话，它会变成 a power m n 这个。然后接着呢，在这一边我们就看 example 1，OK，好，example 1这边乘是加。除是减，然后这一个呢，其实它就会变成 m power 减三加减二减六，这个二乘三这个部分它是 m power 六，所以它就会变成了减三减二减五减六减十一 m power 减十一，所以它其实是一百 m power 十一啊。OK，来我们看一下它答案是 m power 减十一，然后 m power 减十一其实是一百 m power 十一啊。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，我们记得 x 跟 x 的一起处理，y 跟 y 的一起处理，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它这一个会变成 x power 六减四乘二分之一，这一个乘的话，它会变成减二，它会变成加减二。下面这一个是四减四，然后 y 二减三，所以它就会变成了 x power 零，y power 减一。我们要知道呢，我的 a power 零会是等于一。前提是我的 a 不等于零，所以这一个呢，它会变成 y power 减一，其实也就是一百 y 了。OK，来我们看一下这一题的答案是 y power 减一。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那一个的参考书它的做法是这样，它上面这一边六减四，六加减二，它变成四 x power 四，然后它的 x power 四跟 x power 四约，它变成一。OK。它就没有 x power 零的存在，可是如果我们用那个 x power 零的情况之下，你只要知道 x power 零等于一，我们拿到的答案也是一样的。如果它这边用个的方法的话，这样我会选择在这边这样个，然后剩下一啊，它就会变成了一百 y 啊，这样不是更快吗？OK，所以同样的一题，它有很多种不同的做法，然后就是看你到底要怎样去做它了。然后在这边的时候，我 power。我有 a b power n 的时候，它会变成 a power n b power n，所以它会变成二 power 三 p power 六 q power 前九除十六 p power 减一 q power 一 q 其实是 q power 一来的二 power 三二四八八，所以我在这边的时候呢，我就有八除十六 p power 六减减一 q power 减九减一。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有一百二 p power 七 q power 减十，就是这样，一百二 ，OK p power 七 q power 减十，好，就是这样了，老师，所以下，好，来，在这一边呢，我们要记得这一边它这个这样除的时候呢，我有 a power n 除 a power m 的时候。除它就会变成减 m 减 m，所以是这一个减六、减四、减三，然后这一个减减一，然后减一，就是这样。除是减，好，来接着我们再来看它的第二题这一边 example two，它要我们 simplify the following，OK。在这一个 simplify 里面呢，我们我在 Form 3 Chapter 1的时候，我有让我的学生背一个表 ，OK， 然后我也要我的所有学生在这一个部分背一个表。
好，这一个呢是我要求我的学生在他 Form 3 Chapter 1的时候就把这个表背上来，然后你这个表你背上来的时候呢，你在做 Indices 的题目， OK， 这一种题目我叫它 VR FamilyOK， 我们都是一家人，这一个就是什么 VR Family 的题目。OK， 这一个是 Family 的题目。OK， 一家人的题目。讲讲它是一家人呢，就是说我的这一个东西，二四八十六三十二六十四一二八五六五一二一零二四二零四八，它都是来自同一个家族的，都是来自二的家族。你看到八的时候，你就马上想到它是二抛三；你看到三十二的时候，你马上想到二十五。我自己本身是用手指啊，二四八十六三十二六十四一二八二五六五一二一零二四二零四八。OK， 然后三的家族是什么呢？三九二七八一二四三七二九。然后五的家族是什么呢？然后就五二十五一二五六二五三一二五。啊，六的家族六三六二。二一六七四九三四三 ，OK， 这一个是同样的家族。你一看到这些号码的时候，你要把它换成同样的家族 ，OK。你遇到这一些号码的时候，你看刚刚的这一题的时候，四十六跟八的时候，你马上知道我的二四八十六都是来自二的家庭 ，OK， 来自二的家族 ，Family of Two，OK。Okay?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，四是什么呢？四是二跑二，然后这个是二跑三，这个是二跑四，所以我这一边这一个会变成二跑二 ，power n 减三乘二跑四 ，power n 除二跑三 ，n 加一，所以它就会变成了二跑二n 减六这一个。然后乘二 power 四 n 除二 power 三 n 加三，这样 ，OK， 好。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，它这一个呢就会变成了二 power 二 n 减六加四 n 减三 n 减三，乘是加，除是减，减减三 n 减三。所以它会变成2 power 2n 加 4n 减 3n， 它会变成 3n 减 9， 所以2 power 3n 减 9， 所以这一题它会变成2 power 3n 减 9， 就是这样。 OK， 我自己本身不会像它这样减挂弧 3n 加 3， 我习惯是减 3n 减 3， 这样来做，我觉得那样写会比较清楚，然后比较容易。然后接着呢，我们再来看这一题九了这一个 ，OK， for 九了这一个呢，我们知道那一个它是来自三的家族，我们知道那一个三九二七八一，这一个是三 power 二，三 power 三，三 power 四，这一个呢，我直接知道它是三 power x 加二。乘三 power 三挂弧 x 减一 over 三 power 四二 x， 然后你就会觉得很奇怪啊，哎，老师为什么你没有把你的那个九变成三 power 二二，然后在那个 square root 变成 power 二分之一？因为我们的 square root x 其实是 x power 一百二这样的东西吗？然后为什么我可以直接变成哎三 power x 加二啊？这个是有一个很强的技巧。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我以前我们在那个 a power m per m 这样的东西的时候，它会变成 a power m root n 嘛，它也是 root n 然后整个 by power n 嘛。我们以前在学这个的时候，我们在 form 3的时候，我们学这个的时候，你就对它没有感觉，对啊，你就觉得这个东西很废的，好像没有特别的用处，对不对？可是它在这一题的时候它用处很大哦，你看啊，我的 square root of 9 power x 加2的时候，这样我可以把我的 x 加2的 power 放出去啊，所以它变成 square root 9 power x 加2、square root 9就是3哦，3 power x 加2哦，这样我一眼看就知道3 power x 加2了啊，不然你在那边啊
那个3 square x 加2 power 二分之一，然后再来约，哈哈，这样它就变成了3 power x 加2，这样是不是比较麻烦？是吧？我们直接这样 square 9，你看 square 9 3 power x 加2，这样就很简单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，这一个这样乘进去，所以它会变成3 power x 加2加 3x 加减3减 8x， 然后 x 加 3x 4x 减，然后它变成减 4x 2减3减1 3 power 减 4x 减1， OK， 所以这一个3 power 减 4x 减1就是这样来的。OK， 我中间有吃掉一些步骤啊，如果你觉得你跟不上的情况之下呢，你就可能要多写一个步骤这样哦。好吧，我在这一边我就写一下吧，它就会变成了那一个3 power x 加2乘3 power 3x 减3 over 3 power 8x， 所以它就会变成了3x 加2加 3x 减3减 8x 除是减，这样。好好，在这一边呢，这一个我们的 a power m per m，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把我的 power 搬出去外面，所以这个我把它 power 搬出去外面，你看啊，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你看如果我这个是 square root 9 power 5，假设我是这样 square root 9 power 5，然后最后呢我会变成3 power 5 243，然后如果我在这一边的时候我是 square root 9整个东西 OK， 然后挂弧 power 5它也是23 OK， 所以你的这个 power x 加2可以跟它搬出来的，然后你的 square root 9是什么呢？3啊，3 power 5啊，那个23而已啊 OK， 所以在这一边这一题呢，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一个家族，二的家族，三的家族，五的家族，基本上你背二三五这三个家族就够了，二三五这三个家族基本上就能够扫掉 80% 到 90% 的那一种来自同样家庭的题目的题目。好，接着我们再来看 example 三这一边。example 三呢，这一个东西呢对于你们来讲是属于新的一种类型的题目OK， 就是说我们正常的时候呢，我们以前呢、在学 indices 的那个题目的时候，像我刚刚上面做的那些题目的时候，我们的 indices 之间都是属于加减的。OK， 我们正常的情况之下，我们在 form 3的时候，我们只是学加减的，学乘除的。OK， 我们这一个 form 3的 indices。之间 OK 都是乘除的 OK， 然后我现在这一种类型呢 OK， 这一个新的那个类型是怎样的呢？新的类型 这一个是新的类型，这种类型呢是属于新的类型 OK， 这是新的类型的题目 OK， 就是你们 form 3 没有学过了，它是indices 之间是加减的 OK， 加减的 OK， indices 之间是加减的， so indices 之间是加减，你看5 power n 加2减5 power n， 9 power n 减1加9 power n 加1，然后减9 power n OK， 这一种类型的题目呢，我们要做的是拆开来做，然后我的乘除的我是合起来做，然后你这边你就会觉得很奇怪啊，老师到底你所谓的拆开来做跟跟合起来做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说我们之前呢，我有 a power 5乘 a power 2的时候，它会变成 a power 5加2等于 a power 7，这个过程呢它是合起来，然后我现在有什么东西呢？我有5 power n 加2的时候 OK， 它就会变成了5 power n 乘5 power 2，
OK， 因为我们之前我们知道5 power n 乘5 power 2的时候，它会变成5 power n 加2嘛，这样的一个过程我叫它合起来。然后我们知道乘是加，然后这样加是乘哦，这一个我拆开来，加是乘，然后减是除。OK， 所以我的这一个拆开来做的时候，它是这样，它会变成5 power n 乘5 power 2减5 power n， 这一个9 power n 除9 power 1加9 power n 乘9 power 1减9 power n。 OK， 这个是乘啊，乘。 OK， 好， So 你可以看到，就是说我们之前的那一个什么东西啊，我们之前的这一个9 power， 就好像我有 a power 5减除 a power 2的时候，它变成 a power 5减2，然后这一个也是 合起来了。你看我的9 power n 除9 power 1的时候，它变成9 power n 减1，这一个我把它合起来，然后我的9 power n 减1变成9 power n 除9 power 1，这一个我叫它拆开来做，合回去变成拆，拆回去变成合，就是合拆拆合，所以你之间的那个关系你一定要弄好。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，5 power n 加2 5 power n 乘5 power 2 9 power n 加1 9 power n 除乘9 power 1 9 power n 减1 9 power n 除9 power 1，所以5 power 2是25， 5 n 减5 n， 你就心里想你的5 n 是一个 x 来的，所以它是25个 x 减一个 x，我剩下24个 x， OK， 我就有24个 x， 所以我的25 x 减 x， 然后它就变成24 x， 然后这一个呢，它就会变成9 n 伯9加9个9 n 减一个9 n。9 power n 的时候呢，它就是你想象9 power n 是 x 来的，这个是 x 来的，这个是 x 伯9啊，这一个呢我相信很多学生处理的时候他一定会处理错了，然后我自己本身可以很快的用心算来做的话呢，它这边是9，然后9减1 88 9 72 72加1 73 9 power n，你一定会觉得，哎，老师提的这个73伯9怎样来的？ OK， 你就心里想啊，我有 x 伯9加 9x 减 x 减 1x， 我拿它的号码的时候我就有1伯9加9再减1，我拿到的是73伯9。 OK， 所以我刚刚9减1 88 9 72 72加1就79啊，这样啊， OK， 73啊，然后这一个它这个是9 power 1、哦、所以它会变成73 9 power n 减1， OK， 73 9 power n 减1，所以我看一下它的这个答案是73啊，我的这个还没有到 simplify 到 最 simplify、哦、它的9它还把它变成3哦，哦，还有这样的东西哦，哎呀，这一个失策了，失策了， OK，我以前做的练习都没有这样的东西了，24 5 power n， 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，它这一个是73 3 power 2 power n 减1，然后73 3 power 2 n 减2，就是这样。 OK， 正常我们都是写到这一边就 OK 了，然后只是这个参考书它变成这样就有一点点比较特别了。 OK， 3 n 减2，对，好，就是这样。来，在这边我补充一些东西一下，这一个呢它是 25x 减一个 x 剩下24个 x， 然后我们通常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操作，就是说我5 power n 的时候呢，我会在它前面放一个5 power n， OK， 然后在这一边呢我还要补充一样东西，就是说我的 a 乘 b 呢，它的写法是 a 点 b， 点在中间，OK， 如果我们在这一边我是一个三线步的话呢，我的那个点是在中间那一边的， OK，
然后它也可以是 A 挂弧 B。 OK， 我们上了中学之后，它的乘法可以写成乘，可以放成挂弧，可以写成点。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我的这一个我是用点，然后接着我放挂弧。 OK， 然后我为什么这一边我不要放乘呢？因为它的那个 equation 都已经够乱了，你再放一个乘下去，那个乘又有点跟 x 很像的那种了，我不做了。我通常乘我都是放一个点在中间这样。 OK， 好，就是这样。然后你不确定的时候呢，你就25减 1， 你在你的计算机那边呢，25减 1， 24啊，这样。然后这个109加9减 1 的时候，你不会的时候，你计算机109加9减 1 等于 73/9 这样的东西。 OK， 好。然后在这一边呢，这一题啦， B 的这一题呢，我要教你们另外一个更神的做法。 OK， 那个比较神的做法是怎样呢？就是说我的这个 N 加 E N 还有 N 减 E 的时候，那个很神的做法，我觉得我讲了大家应该不懂我在做什么了，但是我可以尝试讲给你看啦。就看有没有很神的学生懂我在讲什么。9 power n 减 1， 9 power n 减1就是9 power n 减1咯，最小的是9 power n 减1啊，加9 power n 加1减1加1，然后再加9 power n 减1加1。 OK， 你就觉得老师你到底在做什么？怎么后面这边它原本是 n 加1吗？我再减1加1，原本是 n 吗？我再减1加1，然后我就可以把它变成9 power n 减1加9 power n 减1加2，然后再加9 power n 减1加1，这个9 power n 减1 n 减1 n 减1，所以它会变成了9 power n 减1加9 power n 减1乘9 power 2加9 power n 减1乘9 power 1。 OK， 然后你把它想象成你的这个9 power n 减1是一个 x 的存在，整个是一个 x 的存在， x 的一个存在，然后呢它就会变成了9 power n 减1加9 square 99 81 81个9 power n 减1。 OK，然后再加9个9 power n 减1，然后这个其实是一个 n 减1，所以它是 1x 加 81x 加 9x。 等一下，我在这边，这个是减来的，这个我弄错了，这边是减来的。 OK， 减来的，这些都是减，减减减减，然后减，然后我就有81加1 82减9 73哦，73个9 power n 减1。当然我的那个73个9 9是3 square 啦， n 减1，然后73个3 power 2 n 减2，这样跟上面的那个答案是一样的，73个9 power n 减1。 OK， 我把它变成最小的 power 的那一个。 OK， 就我要有减1，我要有减一，我为了要有这个减一，我就减一加一，因为减一加一就变成加零了嘛。你看那个原本我有一，一减一加一，它还是一啊。我原本二，二减一加一，它还是变成二啊。OK， 我纯粹就是为了要有这个减一，放来前面跟它配合啊，九 power n 减一，然后我的这一个。就有这一边这一个一加一会变成这一个二。 OK， 这一边。但是如果你听不懂这个方法的话呢，这样你还是乖乖的用回最原始的方法啦，9 power n 减1 9 power n 除9 power 1，然后你的这一个其实是109加9减1，你在你计算机按就变成73这样，然后除是减。 OK，当然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其实是标准的一种做法来的啦。 OK， 然后它在这边这样除，对，好。
OK， 第二个方法，这一个做法呢，它有一点复杂了。其实，在大多数的那个参考书跟课本的作业，它都不会提供这样的一种做法，甚至有一些学校老师也不会要这样的一种方法了。然后我的这个简易加一，突然这个简易加一就有点像我们在 Computing the Square 第二课的 Computing the Square 那个加 b 不二减 b 不二这样的东西，哈，那个我自己这样的一种做法，这个比较特别的做法，那个我还是觉得我原本以为这样的做法有比较简单，可是没有，我还是觉得上面的这个做法还是比较简单。这样我们还是忽略掉刚刚那个 做法，我们直接用回一开始的这种做法吧。好，接着我们看第四题 example 4呢，它跟刚才的 example 3是类似的，所以这一个呢是跟刚才那种类似的那种题目，就是说我的 indices OK 之间加减，然后我们拆开来做 OK， 就是说当它的那个 indices 跟 indices 之间是加减的话呢，我们用拆开来做，如果它是乘除的话，我们就合起来做 OK。 所以你看它在这一边，它说3 power n 加2加3 power n 加1减3 power n 减1 can be divided by 7 and 5 for all positive integer of n， 所以他说这一个3 power n 加2加3 power m 加1减3 power n 减1，它能够被7跟5的倍数所那个整除，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我的这个3 power m 加2我拆开来做的时候，它会变成3 power m 乘3 power 2加3 power m 乘3 power 1减3 power m 除3 power 1，然后它就会变成了3 square 是9个3 power m 加3个3 power m 减3分之1个3 power m， 9加3 12 12乘3 36，然后它会变成35个3，然后3 power m，这个是3 power 1，所以它就会变成35，我知道35我除5的时候它是7，除7的时候它是1，所以它是5乘7乘3 power n 减1，所以它是5的倍数7的倍数，所以它是divisible for all can be divided OK 什么就是直接啦，这样 can be divided 就它的那个句子你照抄完了啦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总结它是 can be divided by 7 and 5 for all positive integers of m，m 是 1，1 减1 0，3 power 0是 1，753 是5，对 OK。 好，所以这一种题目也是拆开来做，然后他说能够被弃除你就写成它是弃的倍数，能够随意除你的前面一定会有一个随意，然后能够被什么号码除那前面就会有一个号码，这样 OK。 好，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我的这个35 over 3怎样拿到的呢，我刚刚是用心算来算的，它其实是9加3减3分之1 9加3减3分之1，你不能够像我这样用心算算出来的话呢，你就按计算机啦然后它就变成35 over 3了，这样 OK。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，你把它想象成它是9个 x 加3个 x减三分之一个 x， 所以我的九加三减三分之一，所以它就会变成三十五个三个 x， 这样。好，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我这一个三 power n 减一，在这边我看到有这个三 power n 减一的存在，这个三 power n 减一是我的三 power n 除三 power 一，除是减嘛 ，n 减一嘛，这样。
所以这一题呢，我其实还有一种地狱级的做法，然后可是这一种做法我不鼓励你们做啦，这个我纯粹只是让你们看跟刚刚我的另一种做法是类似的啦，就是说我这边要有一个简易的存在，我有简易加一，我这边有简易加一，那这个就有简易了，所以它就会变成3 power n 减1，1加2加3加3 power m 减1，1加1加2减3 power n 减1，然后3 power n 减1乘3 power 3，3 power n 减1乘3 power 2减3 power n 减1，所以3 9 27，27个3 power n 减1加9个3 power n 减1减1个3 power n 减1，27加9 36减1 35，所以它这一个就会变成了35个3 power m 减1，然后35是5乘7乘3 power m 减1，就跟上面的这个一样。 OK， 好 OK， 可是这样的做法我不鼓励你们做了，我还是鼓励你们用上面的那个方法。好，接着我们看第35题。 OK， 因为我们的课程哦，它要求 KBAT 啊，然后就应用题啊，所以它纯粹就为了应用题而应用题啊。 OK，其实我整个句子全部都不用管的话，我就重点要看它 formula J 等于 P 括弧1加 R per 100 power T。 OK， 然后 J 是它的 Jumla Accumulate Investment， 就是它的总共的投资的本金加赚的啦，然后 Initial Investment 是 P， 它一开始的投资。 OK， 所以它一开始的投资是10000，所以这个是我的 P。然后 R%， R 是它的那个 R%， 所以它的 R% 就是说我的 R 会是等于5，然后它要的是33年，哇这么多年哦， T 年是 T 等于33，所以它要的是它总共它的 J 等于多少，所以我的 J 等于那个 P 挂弧一加 R per 100 power T， 然后我的 P 是10000，然后我的 R 是5，我的 T 是33，所以它这一个就会变成了10000一加5 per 100 power 33，啊，计算机直接按一下 ，OK， 10000乘挂弧1加5/100挂弧 power 33，所以我拿到答案是，哇，30年后10000变50000 ，OK， 50031.89，这一个就是复利 compound interest，OK，复利，利息在滚利息的那一种投资，所以你以后出来。做广告的时候啊，人家就会跟你讲复利，复利，所以你一开始拿到你的工钱的第一份的时候，你就开始放进公积金 EBF 啊，那你不放是犯法的啦，那老板都会帮你给了嘛，然后就哎，到了你退休的时候啊，他就会有很大的一笔了 ，OK， 不过通常人家不是这样跟你讲，他会跟你讲投资啊，复利啊，特别是你的那朋友是卖。汉堡什么 卖保险的那一种啊，或者是卖那种投资的那一种啊，他就会跟你讲复利的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，他的这一个是50031.89，就是这样。对了，来接着我们再来看 SPM highlight， 这一个是你可能会很 surprise 哦。其实这样的题目呢，我自己本身。有给我的 Form 3的学生做的，我 Form 3的学生我就让他做这一种题目了，因为这一个其实 Form 3就能够做了啊，它就会变成4 x power 10 y power 224，然后它就变成6
x power 4 y 4416 per 6 x power 10减 4 y power 4减 1， 为什么是这样呢？这个是 y power 1、啊、然后我在这一边的时候我可以越减326 286，然后它就会变成了8 per 3 x power 6 y power 3，就是这样 OK， 所以它是8 per 3 x power 6 y power 3，好，就是这样了 OK、嗯、好，接着我们再来看这一个 SPM highlight， 这一题它就比较特别了，它就有7 power xp 7 power 2y 等于 q 7 power x加 2y 等于8加 49y express q in term of p OK， 我的7 power x 这边它的7 power x加 2y 等于8加 49y， 它这一个是7 power x 乘7 power 2y 等于8加7 square y， 49是7 square OK， 我让你们背那个 VR family 的时候，7的 family 7749 7 square， 所以它在这边这个是72y， 所以我的72y 是什么？是 Q。那你看我们在这一边7 power 2y 是 q， 这个是 q， 这个是 q， 然后我的7 power x 是 p， 那这个是 p， 所以它就会变成什么 pq 等于8加 p， 还有 express q in term of p、哦、所以我的 q 等于8加 p over p， 就是这样，所以这个的答案呢就会变成了这个8加express q in term of p， 所以 q 等一下来这边我有弄错、哦、这个是 q 来的，这个也是 q 哦，我这边弄错了，哎，这个是 pq 等于8加 q， 所以它的 q 等于 function of p， q 单独了，所以我就有 pq 减 q 等于8， q 抽出来 p 减 e 等于8，所以我的 Q 等于8 over P 减 E， 我的 PQ 减 Q 它要把一样的 Q 抽出来的时候，我这边除 Q 除 Q， 然后我的 QQ 越 QQ 越 E， 所以它就会变成了 Q 挂弧 P 减 E， 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OK。这一个呢是一个 Form 2 Chapter 2 Factorization 的基础，这个是 Form 2 Chapter 2的那个 Factorization 的基础，然后我们刚刚的这一个是这样的一种，这样搬来搬去呢，这一个是我的 Form 2 Chapter 3的那个 Algebraic Formula 的基础，所以在这一边呢我们其实是在用着 Form 3 Chapter 1 Indices， 然后还有 Form 2 Chapter 2 Factorization， 还有 Form 2 Chapter 3 Algebraic Formula 的基础再结合而已 OK， 好，所以在这边我就已经把这个 4.1 的 example 6个 example 讲完了 OK， 我会另外的影片来录 4.1 的这个 exercise OK， 总共有9题。